廣州多個區連日發布開展核酸檢測應檢盡檢的通告，但對於行動不方便的居民來說，落樓做核酸是個難題。荔灣區石圍塘街設置採樣機動小組，為他們提供上門核酸採樣服務。江哲報道。喂，霍生啊，哎，我們再來做核酸啊，開開門啊。好聽好聽。霍叔前段时间做完膝关节的置换手术，行路要靠辅助器，落楼做一次核酸不容易。社区居委得知霍叔的情况之后，于是协调医护人员上门采样。出了院之后呢，7日就要复查，他医院是规定要核酸检查才能入去嘛。咁我就谂嚟谂到冇办法，啊唔知边咧，咁尾后个女婿咧打电话就叫政府帮手咯，即系解决咗我个问题咯。由於呢度嘅居民樓以散居流動為主，大部分都係樓梯樓，一層層爬樓梯，成為咗志願者同醫務人員嘅日常。呢一户八樓啊，佢係產後託院唔方便落樓，我哋上八樓都覺得好攰啊。如果係佢產婦咧，落樓就更加辛苦啦。因为中间我有一次要乳腺炎，要发烧，然后可能去医院会不方便，要有24小时的核酸才能去医院，然后这样子才会跟居委会来沟通。然后他们这么热的天，然后穿了这么厚的防护服，然后还要爬八楼帮我们做核酸，很辛苦。社区核酸检测点开通了绿色通道，方便老年人优先采样。社區居委仲同志願者摸查登記限內高齡老人、身體殘疾等唔方便落樓嘅特殊群體，再安排醫護人員上門採樣，做到應檢盡檢。因為我哋啲志願者大部分都係一啲剛剛退休嘅，咁佢哋都活躍喺周邊嘅啲居民，發揮過我哋廣州街坊所講嘅信息源嘅作用，就會連接相關嘅資源去同佢哋解決佢哋嘅實際問題。因為我哋社區工作人員畢竟係好少嘅，佢哋發揮咗必不可少嘅中堅力量啦。人多力量大。廣州電視記者江哲嘅報導。